其实想一想，用家庭作为借口来放弃自己，是多么的可笑。年龄并不是借口，连自己的体重都掌控不了的人，是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的。追求那种自信的美，就是我参加这次健康塑形挑战赛的原动力。2019年，我要让自己的美不再停留在照片里。人生的主动权是可以被自己牢牢握在手中的。健康不单单只是属于自己本人，只有拥有了健康的体魄，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支持和帮助。如果身体太重，所有的梦想都无法起飞。我也要向那个没有成为飞行员的自己证明，我很棒。塑形是告别困境的勇气，健康是追求幸福的动力，教练的鼓励，自我的坚持，将遇见更好的自己，迎来健康自信的闪耀人生。安利纽崔莱健康塑形俱乐部，让我们一起成为超级行星，焕活新生，注定闪耀。